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宣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经过新时代十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贵州省委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主动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深入研究贵州反腐败斗争阶段性特征，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不回头，不松懈，不慈悲，坚决清除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从严从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有力引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忠诚履职担当，铁面监督执纪，铁拳正风反腐，紧盯重点对象、重点领域、重点问题，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对腐败分子零容忍，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为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倾仗护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我们这个世界瞩目百年大党独有难题之一，也是需要全党共同努力、久久为功的永恒课题。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一把手是关键，一把手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就会引领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一把手权力失控，最容易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持之以恒、抓实抓牢一把手监督的坚定决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对一把手监督仍是薄弱环节，防止一把手任性滥权、恣意妄为的任务依然十分紧迫。刘文兴便是一把手滥权妄为的恶劣典型。刘文兴曾任贵阳市市长、黔西南州委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用刘文兴自己的话讲，他当了乡镇、县、州三级党委书记，也做过两级政府的区长和市长。党和人民的信任和赋予的干事创业平台，本应成为守护一方政治生态、造福一方百姓的舞台，刘文兴却不懂珍惜，背道而行，带头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带头搞腐败，集政治变质、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
成为严重污染政治生态的毒瘤，是迄今为止我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一把手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做到两个维护，对党绝对忠诚。刘文兴却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膨胀，政治品质恶劣，长期大搞两面派，伪忠诚。首先我觉得还是理想信念方面出了问题，没有理想信念就像人缺钙一样，会得软骨病，没有力量的源泉，对吧？我软骨病你就抵御不住这种外界的影响，说实话在自己的身上表现是非常明显的。他对自己的这种要求都停在嘴巴上，沿着嘴上，有时候甚至就没有，然后这样自己就所犯的错误可能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量变引起质变，就这样落马。为当更大的官，刘文兴一边处心积虑大搞政治攀附，挤破脑袋不惜代价往上爬，另一边则长期求神拜佛祈求升官，还在家中供奉神像摆放法器。任黔西南州委书记后，还专门请风水大师卜算前程，查看住处风水布局，并按要求摆放玻璃鱼缸和木质官帽椅，祈求官运亨通。遇到菩萨都拜啊，耶稣也拜一下，这个如来佛也拜一下，观音也拜一下，峨眉山的这个普贤菩萨也拜一下，什么都相信。为蒙蔽组织骗取信任，刘文兴费尽心思苦心经营人设，在公开场合他坚称政治过硬，背地里却热衷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表面上高谈马列主义，背后却笃信风水，迷信大师，人前标榜廉洁自律，私下则是甘于被围猎，大搞权钱交易，在台上声称要根除特权思想，台下则是任性用权，大搞特权，谋求特殊待遇。台上的时候自己讲反腐倡廉，振振有词，台下的时候自己大肆收受贿赂。在这个连接上、纪律上、政治上这些的，平时他也在强调，但是呢讲的和做的一样，成了两面了。除了做两面人、耍两面派，刘文兴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霸道、唯我独尊，大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是名副其实的一霸手。当市长眼里面没有书记，当书记眼里面没有州长，这也是对政治警惕、政治规矩不敬畏啊。民主集中制在自己手里面变成了指挥长制，根本不讲民主集中制，讲都是形式上的。刘文兴研究讨论问题，根本不理会反对意见，最后都是自己说了算，什么制度程序、什么监督制约，在刘文兴眼里都是形式摆设。我最后一个发言开始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有意见请发表，确实都说了一些，但是自己最后定的时候根本不料他们，该怎么定怎么定，定完以后再问一遍，你们对我刚才的意见同不同意啊？大家全部都肯定说同意，那通过这个议题。比较人性，基本上都希望自己说了算，比较强势的，所以我爱的，有种呢就是那种家天下的那种感觉，他很快呢把某些县的书记啊、县长啊，比如教育局长啊、交通局长啊等那系列的，就是因为没有按照他所谓的要求了嘛，做好一些事呢都全部进行了调整，后期的政治生态是非常不好的。把他的手中的权力用得
很足，也很任性。包括为什么我和他一直想保持这种关系，我看见他帮别人那种力度不顾一切，他帮人都是非常的直接，简单，胆子很大，帮人的胆子也很大，收钱的胆子也很大。刘文兴的胆大，再有霸道作风的加持，使得自恃能力过人的他更加骄纵跋扈，在越演越烈的胡作非为中根本无所忌惮。我什么没有见过，觉得他们的眼界见识水平都不如自己，方法手段也没有自己多，所以自己这种霸道的作风更加变本加厉，私欲更加膨胀，那种这个唯我独尊的想法更加严重。一把手被赋予重要权力和责任，本应带头严守政治纪律，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做到廉洁自律，但刘文兴却在这几个方面都全面弃守。刘文兴是我的直接的上级了嘛，他这个领头羊带得并不好，在工作作风上没有，还有用人上没有做到这种啊这种民主集中。在政治上呢，他就说带到大家呀，就形成这种人身依附和政治攀附的这么一种风气啊，就是说你要进步不是靠这种靠脚踏实地的去做工作，大家就是说潜移默化的就是他身上他学习找到这种捷径。刘文兴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省委巡视组巡视反馈和省委党内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多次指出的黔西南州工程项目建设领域的腐败等问题，刘文兴对此却置若罔闻，不但不予整改，反而变本加厉，安排其弟及利益关系人垄断黔西南州优质政府建设项目。确实好像表面上在整改，但实际上自己这些做法让乱象从政治显起来，这个乱象越演越烈，政治生态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刘文兴自身大搞腐败，便没有了监督他人的底气，也带坏了主政地方的风气，一把手如此，下面的人上行下效。就是和商人之间的这种风气，以前呢大家都还是有点警惕啊，有点警惕，慢慢呢就想到些这个领头羊都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是和商人吃吃喝喝啊，都称兄道弟，都是勾肩搭背的，给我们带来了，确实带来了也很大的一个负面的这个示范效果。刘文兴的违纪违法行为大都发生在其担任贵阳市市长和黔西南州委书记期间，他带头腐败的负面示范导致当地上行下效，可见一把手出了问题，极易传染蔓延，政治危害极大。2014年至2022年，刘文兴担任贵阳市市长和黔西南州委书记期间，贵阳市政府各部门县处级以上干部及黔西南州县市州直部门一把手因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30余人，其中高卫东、钟阳、林刚、邹杰、张玉龙、张谦等多名下属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市政府的班子多人违法，想想凡是管过城建的都全部完蛋，自己这个主体责任对党不负责，对历史不负责。黔西南的这个四大班子也是多人违纪违法，对政治生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两地的自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这种责任。刘文兴对内带头违反政治纪律，破坏民主集中制，对外到处插手市场经营活动，沦为政治生态和经济秩序的破坏者，阻碍和破坏各项事业发展，对党的形象、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他利用职务便利，在房地产、工程建设等领域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待他的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对社会是产生危害的，经济秩序、建筑领域的秩序、营商环境都被自己破坏，这种政治责任、破坏社会风气这种历史责任，自己不可推卸，难辞其咎。经查，刘文兴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2023年9月，刘文兴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最真诚的认错、道歉，给党、给组织造成的危害，给社会和群众造成的危害，给家庭造成的危害，这个教训太惨重了，对不起。一把手出问题，最容易带坏队伍，搞乱风气，污染政治生态，对一个地区如此，对企业也同样如此。对我们企业的这个政治生态环境，我们的社会和品牌形象也是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影响和损害。因为我是一把手，而且我还是这几年都一直兼着总经理，那么对我们这个窗口行业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祝胜修曾任贵州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23年6月退休，一个月后落马。祝胜修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仍然不敬畏、不收敛，不仅自己搞腐败，还直接安排下属搞违法乱纪的事，收受下属礼品礼金，给企业政治生态造成严重危害。我们也非常知道这个茅台酒的专项整治，那也是从中央到省委省政府这么多年开展了一项重点的整治工作。我自己也非常的清楚这在纪律法律上的要求，但是最后还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在我留职之前就有十来位这个管理人员啊，有的也是中层这个干部，那么就是倒在这个酒上。我们这个全面从严治党的这个主体责任，也就是我这个党委书记的这个第一责任，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的这个责任没有履行好，没有真正的履行到位。早在任贵旅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期间，祝胜修就利用分管贵州饭店的职务便利，安排相关经营管理人员将贵州饭店承办宴席的提成资金、相关公司劳务费截留款30余万元放置账外，用于他的个人开支，将酒店价值40余万元的高档酒据为己有，还伙同下属截留私分集团绩效奖金的结余资金10余万元。我就给我的下属说，我说你们商量商量，想想办法，下面呢也找到了一些办法，那么就是通过我们劳务这个输出的这个公司啊，他每年给我们有些返利，那么就用这个返利啊来作为这个接待的小金库，哎，那实际上是不公开的了，这些违反八项规定的一些接待，那么就从这个小金库来这个解决，啊，这个里面包括有用餐，包括用酒，从这个违规到违纪到违法。朱胜修的这些违纪违法行为都是直接安排下属去办理，有的干部职工明知这些行为是违规操作，也不坚持原则，
反而曲意逢迎，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形成利益团伙，出现一把手带头斧，下属共同斧的现象。他也是掌握着这个企业这个命运的核心人员，一旦自身出现这种贪腐，必然会伤害这个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也在社会上会造成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坏的这种负面影响。担任酒店集团主要领导后，祝圣修不但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反而带头收受下属礼品礼金。觉得大家不仅只是同事了，是好朋友了，哎，那么我们这种关系难道还会有问题吗？你即使是公款你送给我，我们这么深的关系难道你会说吗？哎，难道还会查得出来吗？所以实事求是说，我一点这种犹豫都没有，哎，而且啊还觉得很自然的。祝圣修截留挪用公款公务和收受下属礼品礼金时毫不避讳，毫无掩饰，但他的胃口和贪欲远不止于此。他还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向他人打招呼帮助请托人承接业务，为他人在获得茅台酒销售指标上提供帮助等方式，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这个里面吧，应该说包括我的个人，你只要能够给他提供能够买到酒的机会，他就会给你感谢啊，或者是分成，特别是一些熟人老朋友啊，那么一个是为了感谢，一个可能也是为了下一步还能够更好的办事啊，也送了我家里一些礼金啊，是在一种利益交换。祝圣修的恶劣行径害了自己，坏了风气，也带坏了一批干部。原贵州酒店集团总经理助理、原贵州饭店酒店管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世梅，原贵州饭店酒店管理集团党委副书记、贵州饭店原总经理肖云霞，原贵州饭店酒店管理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宋金刚等多人发生严重违纪违法犯罪问题，给企业政治生态和生产经营造成严重破坏。2024年1月，祝圣修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我们现在的这种后悔或痛悔，相信每一个人走到这一步都是有后悔这两个字，哎，但对我来说这个后悔更大。我家里的条件已经很好了，那么为什么最后还要犯糊涂啊，还要去做这些事？政治生态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从政治上来解决，通过正风肃纪反腐，呵护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必须从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抓起。尤其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七个有之问题要高度警惕。现实中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官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事、阳奉阴违的有之，搞伟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及时发现，坚决查处。因为这个心中有这个小圈子啊，这包括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对我认可的这些下属来跟我送礼啊，来跟我这个拜年，我放心认可的这些
老部下。马林波曾任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农信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等职务。马林波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农信社选调的一批金融骨干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去经营，拉帮结派，江湖结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利益团伙，彼此迎来送往，互通款曲。由于和他们吃吃喝喝，再加上后边接受了他们的礼品礼金，这个关系逐步就变味了，啊，逐步就形成了为了各自利益的一个这个小圈子了，啊，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这个诉求，我有我的诉求，我有我的想法，实际上大家是因为利益最后捆在一起了。为笼络小圈子成员，马林波利用权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在选人用人时对圈内人关照捧场，搞任人唯亲，对圈外人则进行排挤打压，严重败坏全省农信系统的选人用人风气，严重挫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这个相当于这些行社的高管人员，他的升迁我们是这个能够做到，相当于有经营权，有话语权，啊，所以他们也很看重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岗位调整，包括他的升迁这一块，啊，这个我们相当于我们管得了他的帽子，啊，所以说呢，这个他还是这个相当于就是听我打招呼了嘛。马宁波的小圈子就是以利相交、以势相交、以权相交的名利场，其成员往往从朋友、老乡、下属中变异而来，隐藏较深而让人难以发现，明面上看都是很正常的交往，暗地里却进行着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省联社同仁审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佘传达就是马林波圈子里的一员，结识马林波后便经常邀约在一起聚会就餐。这农民是搞小圈子，这个肯定不利于党委上的发展，这肯定是错的，那小圈子肯定危害，都是为了当官。马林波哈，佘传达搞小圈子，这个圈子文化呢，是很有害无益的。我说的是，对我们的内部干部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干部的影响。而且形成了圈子之后啊，不执行上级的政策，甚至对抗这个政策，圈子文化，这些圈子文化的危害。权力圈与关系圈相互交织、相互利用，团团伙伙，圈子文化的背后往往是为所欲为、腐化堕落。马林波长期通过给圈内人打招呼、做安排等手段，让这些人所在的农信社相关分社向商人违规放贷，他自己则从中收受商人所送的巨额贿赂。这些损公肥私的违规违法行为导致产生巨额不良贷款，造成重大金融风险，扰乱金融秩序，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对他们的推荐重用之后呢，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私心的，就是我对我走得近的商人这一块的支持，就是也是要靠他们去具体最终去落地去实施的。马林波将上下级关系变成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搞乱了党内政治生活，诱发各种腐败问题，污染金融领域政治生态，影响恶劣，最终他们也成为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其圈子里的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同仁审计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佘传达，贵州遵义红花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勋，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风险总监周乐文三人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其余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因为是这个小圈子是围绕我来转，是以我为主，以我为主，所以我的表率作用做得不好，啊，最终啊导致这个
这样一个局面。马林波热衷圈子文化，将权力作为培植个人势力的工具，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污染党的政治生态。他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获取贷款、职务升迁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3年10月，马林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我的这个违纪违法的这个行为对整个系统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毕竟我是主要领导啊，这上行下效，我也为我的行为感到可耻。马林波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笼络下属，在搞团团伙伙圈子文化上动脑筋，而有些领导干部则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眼睛朝上，在找靠山接天线走捷径上费心思，试图将前途命运寄托在所谓的人脉关系上，成了政治骗子的猎物，成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典型，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组织给了我领导职务，我利用职务的便利呢，收受了商人老板的一钱财，也没许个别的商人老板呢跟我跑关，变相获得他的好处。张继友曾任遵义市新蒲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17年上半年，商人姚某某为感谢张继友在项目拆迁和土地置换事宜上的帮助，更想套牢这个关系，以便继续得到生意上的支持，主动找到自称有关系的政治骗子李某某运作提拔张继友。姚某某将此事告知张继勇时，他不仅默许了此事，还在姚某某的安排下与李某某联系。原来我确实跟他帮了忙，人家怎么感谢我也没有要他感谢，他就来跟我跑，想跟我跑官。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换一个有权的单位，我也就同意也配合，从没许到同意，后面自己去配合。张继勇被调整到贵州省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任副院长后，一直心有不甘，还想着继续找人运作，直到2019年他知道被骗后才放弃。在此期间，商人老板支付给政治骗子数百万元。张继勇官迷心窍，利令智昏，他醉心于旁门左道，迷信政治骗子，商人早就看准了他是个官迷。别人为我跑官卖这个构成了犯罪，当时是认识不清。其实我当时认为人家对我很好啊，其实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对我的威力。如果人家跑成了，那我以后怎么对人家呢？那不是人家提出要求我就跟人家去办吗？那不是一种成了人家的猎物吗？张继勇与商人老板合伙跑官要官的行为，为的是各取所需，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交换，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放松自己就要犯错，在利益面前放松了警惕，掉进了这个贪心色子的这个犯罪的深渊，感觉很卑劣，很渺小。阴险纱帽小，致使枷锁扛。张继勇一边当官捞钱，一边拿钱跑官，利用担任遵义市汇川区副区长、遵义市规划局局长、遵义市新蒲新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人员在工程承揽、项目推进、土地置换、工程款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65万余元。2023年11月，张继勇因犯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曾经关心支持帮助的这些领导老同事老朋友们，向组织向家人向关心支持我的这些领导朋友们同事们表示深深的忏悔，对不起。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2023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党中央要求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委安排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全省上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这个政治生态最致命污染源上狠下功夫，下大气力，坚持查处惩治这一手毫不手软，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反腐败从个案清除、重点惩治向系统整治、全域治理提升转变，深化源头治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风清气正大气候营造干事创业好环境，凝聚起投身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磅礴力量。